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好消息。好，那今天好消息就是什么呢？就是在9月17号下午将在台北市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说明会，要带你一起来体验如何将虚拟现实还有元宇宙的技术应用在教会的工作中。那这种技术呢，其实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的去学习和了解圣经的知识。我们可以用这个真的是一个新的方法来去看圣经在讲什么东西。我最讨厌读那个 Book of Numbers， 民数记，你都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你在里面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说，哦，到底是有多少的这些献祭品在这个地方一直排着，然后都要怎么样去献祭这些东西。还有像说什么约书亚那个时候要在开始分地的那一种，你看圣经，你真的就觉得说你在看一个没有图示的一张地图。对，或者是你很难明白，就哪怕他给你写出来，你很难明白说他到底真的在讲什么，或者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在这次的说明会里面呢，大家就可以亲自去体验啊，就可以亲自用这样的一个技术。这次会跟大家展示保罗的宣教旅程，你自己去看保罗的宣教旅程，从里面看是如何的清楚，然后怎么怎么一步一步走。里面有穿越海陆空 3D 的自由行，而且是给你非常棒的一个实境的体验感啊！我相信这样走了一次之后，你就会非常清楚。你再去读圣经，你把它跟圣经再看，哦，你就明白原来这个地方为什么是这么讲。先读，读完了再去体验，然后再出来读，你这样反复的结合，你就会对这个比较更加的明白哈。以及呢，身临其境的走进摩西的会幕，就深入的探索出埃及记描写的非常生动的场景。我觉得这个是对教会的建造也好，或者对我们每个人去了解圣经里面讲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非常方便的一种教学的方式。啊，那这个神奇传播的创始人呢，如果要是大家了解的话，大家就知道是周易方牧师哈。那我们跟周易方牧师的关系也是非常的亲密，在我们这个 AI News 最困难最困难的时候，周易方牧师伸出援手，真的是帮了我们一个巨大的忙。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在当时告诉我们说不要放弃，而且给我们他的事工，你知道大家做事工都很紧张，但他愿意挤出钱来，他给我们开了一张支票，那时候是我们大概收到的第一张支票，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千万不要放弃，一定要继续把这个施工做下去，因为你们的施工非常非常的重要。对我们来说，就是周易方牧师不仅是一开始来资助我们，就是在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上次在那边讲说我们多穷的时候，而且他还是一直在带领我们在去做这样的事情。反正周易方牧师就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个 mentor。 周易方牧师呢，真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的这个事工当中都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哈。所以呼吁在台湾的朋友们，那当然这次我们很遗憾就没有办法去哈，但是呼吁在台湾如果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或者是你是在教会里面的长职也好，或者是你是牧师也好，都欢迎大家这一次可以到场去看。因为如果有了这样一个方式，真的是对教会的牧养方面也好，或者是各种方面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提升。而且呢，到场的朋友呢，都会得到神奇传播为大家准备的精美的茶点还有小礼物。那在这里再跟大家报告一下时间，那时间呢就是9月17号的下午3点钟到5点钟，地点在台北市的林森北路380号6楼608普世丰盛生命协会办公室。哎，如果大家要是有时间呢，或者大家对这个真的非常感兴趣，欢迎来赶快抓紧时间报名啊，因为名额真的有限。如果大家要报名的话，哎，来看我们屏幕上面的我们的 email， 可以发邮件给我们说，哎，我们想要去，我们有几个人。总之，请大家来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施工，真的用透过你自己的眼睛，在一个 VR 的一个世界里面，然后来去看你最不想看的那几张经节。我知道读圣经很困难，但是当你看了那个之后，你再去读圣经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你在头脑子里面有一个画面在那个地方。所以说请大家来去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呢请大家跟我们联络，如果你想的话，真的是名额有限，所以请大家赶快来报名。
大家应该常常听到，有的时候我是很无奈的，常常我很懒得跟别人解释。例如像说被那种共产党洗脑很严重的人在那边说什么啊，资本主义是促成社会不平等的援助啊，还有什么左派的人在那边讨论说什么民主的时候，因为很明显他们的党就是在威胁而且摧毁民主，他们用莫须有的罪名起诉他们的政敌，他们不让人民有选择，试图要把反对党的人关起来，起诉他们的律师。欧洲的民主斗士要北约的国家付钱才举办选举，然后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左派的政治人物或者新闻媒体在那边讲宪法或者是宪法保护的权利，当他们的党就是在剥夺人民所有权利的政党。新墨西哥州2019选出来一个新的州长，民主党的 Michelle Lujan Grisham 试图做了一个无法想象的东西。这篇来自纽约邮报的报道，索罗斯资助的新墨西哥州长废除枪支的政令惹怒了保守派。报道上面说，新墨西哥的州长 Michelle Lujan Grisham 是左派亿万富豪乔治索罗斯资助的人，激怒了保守派以及持有枪支的人士，因为他启动了紧急政令，暂停了Albuquerque 新墨西哥州这个最大的城市以及附近所有区域的持枪权至少30天。这位民主党的州长认为他必须要为了最近发生的枪击案做出行动。这个枪击案发生在上个星期，死者包括一名11岁的男孩，在这个少棒的棒球场外面被打死，因为一起交通纷争。以下是这位州长在记者会上面说的内容。But your point is valid. You took an oath to the Constitution. Isn't it unconstitutional to say you cannot exercise your carrying license? With one exception, and that is if there's an emergency, and I've declared an emergency for a temporary amount of time, I can invoke additional powers. No constitutional right, in my view, including my oath, is intended to be absolute.There are restrictions on free speech. There are restrictions on my freedoms. In this emergency, this 11-year-old and all these parents who have lost all these children, they deserve my attention to have the debate about whether or not in an emergency we can create a safer environment. Because what about their constitutional rights? I took an oath to uphold those two. And if we ignore this growing problem without being bold, I've said to every other New Mexican, your rights are subrogated to theirs. And they are not, in my view. If I'm unsafe, who's standing up for that right? If this climate is so out of control, somebody should do something. I'm doing as much as I know to do.这个就是现代民主党的运作模式。他说的就是你的宪法保障的权利是可以随时被停止的，是暂停的。只要他觉得或是任何一个政治人物说，诶，我觉得应该暂停哦，我觉得应该停止哦，我觉得这个，我觉得那个，你其实没有任何的权利。你的权利是政府给你的，所以政府想要剥夺的时候就可以随便夺取。当然所有可以夺取的东西都是民主党或是左派认同的。小孩的生命你想打掉就打掉，打砸抢那是他们的自由，非法移民入侵这个是在促进地球村的这个形成。简单说就是这些民主党的人的政策全部都是疯了，他们想要促成的就是一个完全可以忽略人权的极权主义，他们想要有权力帮你制定善恶。我们可以从各式各样的情况来看到这样的情形。他们说佛州的州长 Ron DeSantis 是个独裁者，因为他禁止某些激进的性教育的书籍出现在佛州的学校里面。就算他们说那些书连校董会自己都不认为说不应该在校董会的会议上面朗读，就算变性人的议题这个议程已经导致小女孩在厕所里面被性侵了，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Ron DeSantis 就是美国的敌人，他做任何保护家庭的事就是独裁。就算佛州禁止了这些变态的书籍跟公立学校的这个儿童性教育洗脑，其实都是经过合法的立法程序的，佛州州长还是独裁，这是他们的说法。然后这位新墨西哥州的州长却认为说，我可以禁止我州的居民的宪法第二修正案，因为我想要禁止我就可以禁止，因为我的州有枪击要犯在犯案，所以说
我就可以禁止我的州的所有居民的持枪权。我真的是搞不清楚这些政治人物跟这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士怎么得到这样子的结论的。这些人都认为说，我只要制定一个行政命令禁止人合法持枪了，罪犯就会乖乖听话了，变成奉公守法的好公民，一起放弃了他们的枪支。只要我立法，坏人就会乖乖听话，坏人就会变成好人了。有这个样子的人之初性本善的想法的人是非常愚蠢的。每一个政治人物都以为他们在保护小孩，都以为他们在保护儿童，讲得非常好听，好像这些都是民主党的人 ，OK， 都是在为社区做什么事情，在保护，在为了保护孩子做什么行动。他们很勇敢，他们不在乎法律的限制，不在乎宪法赋予的权利，他们不在乎立法程序，他们为了要保护孩子，就是要这样做，就是要剥夺你的权利。只要剥夺你的权利了之后，就可以保护小孩了。一切只是听起来好听，让大家听起来爽而已，来骗这些无知而且又愚蠢的人。事实就是，这些违背宪法的行政命令跟保护小孩一点关系都没有，跟预防犯罪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只会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危险、更混乱。他会说出这样的行政命令，其实只是为了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剥夺你的权利，不断的消灭你的人权，不断的抹去你的人格，不断的挑战你的底线。所有他们在做的事情都是这个样子。这跟我们在2020年的这个疫情期间看到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暂停你的权利，暂停你的社会自由，我们宣布紧急状态，宣布戒严，只要这个样子，我们政府想要做什么事情就可以做什么事情。各位可以想想看，他们已经触犯了你一次底线，人民没有反抗，逆来顺受。两次、三次、五次，直到这一切已经变成他们想要的这个不成文的法律了。我知道，我每次讲到美国的持枪权的时候，很多观众都非常的反对，不管是台湾的人还是中国大陆来的，他们的说法就是，中国本来就禁枪啊 ，OK， 台湾本来就禁枪啊，所以说当然就不可能有枪支啊。我们要知道，就是现在所有的国家几乎都是透过革命而产生的，所以有一段时期，所有的政府都是希望人民拥有枪支的，为的是要来打击他们的政敌，或者是保护他们的政权。从中华民国建立以来，一直到二战时期，一直以来，中国都是持枪大国。Believe it or not， 政府鼓励人民拥有枪支。蒋介石一开始要提倡禁枪，是为了要夺取共产党的政权。共产党支持枪支是为了要推翻国民党的独裁，就连所谓的这个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共产党也是提倡人民跟家庭持有枪支保护自己的，目的是要来斗地主分田地。持枪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自由，政府跟人民可以而且必须用互相尊重的方式运作模式，同时也是代表着政府是跟人民站在一起的，人民是自愿的保护政府的制度的一个模式。当时局势很动荡，中苏关系破裂，越战，古巴导弹危机，毛泽东曾亲笔写下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当国家动荡的时候，政府为了要保护自己的权利，就是会提倡持枪权，要求人民以爱国的口号来保护自己的政权，保护政府的政权，人民去死一死没关系。中国大陆是一直到1981年的时候才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的，然后到了1996年才全面禁止枪支的。台湾其实也是，蒋介石也说过十万青年十万兵，一寸山河一寸血。到台湾的时候，当时他禁止台湾人持枪，禁止台湾人持有武器，但是外省人都是军人，都是他带到台湾来的，所以说家里有一把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这个是一个特权制度，有些人可以有枪，支持他们的可以有枪，不支持他们不能有枪。中华民国的宪法第15条，人民拥有枪械子弹也属于人民的财产权的一种，人民之财产权应赋予保障。依照民国1946年的这个自卫枪支管理条例，台湾人是可以持有枪支的。但是台湾在1983年的时候通过了一个新的法律，叫做枪炮弹药刀械管理条例，所以如果没有中央政府批准的话，台湾人是不可以持枪的，不可以持有任何武器的。
简单说就是有两个违背宪法的法律就这个样子存在了。现在同样的情形在美国一样发生，他们一点一点的推，一点一点的夺取权利，以为这个样子美国人就会跟台湾人或者是中国人一样，忘记原来保护自己是神赐给我们的权利，以为这些权利是政府赋予的，所以说政府就可以用安全的借口来夺取天赋人权。一个民主党的政令废除宪法保护的人权，政府会给你新的权利，杀死自己孩子的权利。这里是同一个州长，这个新墨西哥州的州长说明他对于使用堕胎来杀人的观点，就几个星期之前而已。So nail down for me then, how do you define? Because up till now, my understanding is there wasn't a limit on when in a pregnancy a woman could receive an abortion. Have you set any limit on? There are no limits. So for us, that's very controversial. It can be. I mean, look, it's the 1% of all abortions, and that's still a sizable number of abortions worldwide. 1% over 21 weeks of pregnancy. Correct.没有错，民主党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他们不在乎个人自由，不在乎个人人权，他们不在乎宪法第一修正案，他们践踏言论自由，践踏宗教自由，践踏集会自由，出版自由。你在 Facebook 上面嘲笑 Joe Biden， FBI 会早上六点派人去你家把你打死。你在疫情当中开放教会，政府会把你的教会封锁，罚你几百万。你在校董会前面聚集抗议，政府会说你非法集会，然后把父母抓起来。他们认为政府有所有的权利，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要建立一个 Ministry of Truth， 真理部。他们要把美国变成德国纳粹跟苏联的这个 Pravda 一样。他们要建立的就是彻底的独裁政权。战国时期的时候 ，OK， 中国战国时期的时候，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就是销毁兵器、焚书坑儒跟屠制富豪。这三点说穿了，就是废除言论自由、废除自卫人权，然后夺取公民财产。这些人认为他们做的事情是合情合理的。日本的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禁刀令就是这个样子。中国的朝代历朝历代都是一样，全世界只有美国的宪法在保护这些事情不会发生，而且只剩下美国人有这个样子的良知，知道在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家人，自己的财产是天赋人权，是符合圣经的。我们不是政府的奴隶，更不是政府的提款机。这就是为什么连这个州，就算州长签订了行政命令，但是当地的警察警政署说不会执行这个违宪的政令，而且最高法院绝对会撤销他这个州长的行政命令。And almost immediately, this decision sparked a lot of opposition from many different areas in our state. Yeah, and the governor was expecting that. She said today that she was expecting legal challenges, and she said that not all the public safety officers that she met with to make this decision agree with her, and that includes Bernalillo County Sheriff John Allen. In a statement, he says, "While I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urgency, the temporary ban challenges the foundation of our Constitution. I'm wary of placing my deputies in positions that could lead to civil liability conflicts,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risks posed by prohibiting law-abiding citizens from their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self-defense." APD Chief Harold Medina sent a message to his officers tonight saying they will not be enforcing the governor's order. Albuquerque Mayor Tim Keller echoed that message, saying that's up to state police officers. New Mexico Republican leaders and Albuquerque City Councilor and police union leaders have also sharply criticized the governor's decision, largely calling it unconstitutional. 他的行政命令不会被执行，好事，对不对？听起来非常棒。他的行政命令也被证实是违宪，是好事。但是现在看起来最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代表着他们的党，代表着他们的目标，他们想要把美国变成什么样子，他们想要把美国变得跟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一模一样。奴役自己的人民，偷窃、杀害、毁坏的一个政府，禁止枪支不会有任何作用。中国大陆还是有帮派分子，黑帮有这个黑枪，台湾也是，日本全面禁枪，还是有人自制枪支杀了安倍晋三。做坏事的坏人不会理法律是怎么写的，禁枪只能禁止好人拥有枪支保护自己，不会让社会变得更安全。就连这个州长自己也说，
他不知道这个政令会有什么效果，但是可以传达一个重要的讯息 ，a resounding message。就连他自己都在怀疑自己的政令 的效果了，他只想要传达讯息而已。那各位可以问问看，这个讯息是什么样的讯息？根据这个州长自己的说法，就是没有绝对的人权，这句话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他说的一点都没有错。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法律程序来夺取人权。例如，如果你是个杀人犯，你就完全失去了你的人权。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同意，而且每个人也会同意说，没有人可以把枪带进监狱里。当你犯法，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就失去了所有宪法保护的天赋人权，你甚至会丧失生命的权利。这不只是宪法上面这个样子说的，连圣经都是这个样子说的。那在这边的问题就是，他们无冤无故的 ，OK， 有冤啦，就是有一个枪击案，就只因为这个问题，他们想要把一整个城市的人都当成罪犯，夺取一整个城市的人所有人的人权，把所有的人都当成杀人犯对待，把整个城市都当成监狱。而且他的解释方式很滑稽，就是跟刚刚提到这个中国禁枪跟台湾政府禁枪的方式一样，一直以来都有坏人在用枪支来犯罪。但是为什么现在变成一个 emergency， 一个紧急状态？他在这个记者会上面说，是因为一个11岁的小孩子被枪打死了，因为一个交通纷争，一个人情绪失控，朝着一台车连开了17枪，打死了这个11岁的小孩，重伤了那位妈妈。所以透过这个情绪化的时刻，他认为他有权利来去剥夺所有人的人权。是的，华人们 ，OK， 全世界的华人们，你住的国家没有持枪权吗？其实是因为你的政府把你当成罪犯，或者是他们对待你的方式就跟对待罪犯一样。如果这位州长说的是正确的 ，OK， 因为一个交通事故、交通纷争，然后情绪失控的话，那我们不是应该禁止车辆吗？对不对？各位想想看，如果每一个人都没有车的话，就不会有交通事故啦，对不对？这样就不会有人情绪失控啦。但是很明显，他知道他还不能禁止车辆，他必须等到这个之前讲过这个 C40 的这个城市建立好之后，每个人都活在胶囊里面之后才可以禁止车辆，所以他现在只可以禁枪支而已。在这个记者会上面呢，有另外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枪手，那个枪手是谁？难道你不想知道吗？难道你不想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会因为一个交通纷争而朝着一台车开17枪吗？这个人是跟我 Ethan 一样的合法持枪人士，持枪来保护自己保护家庭的人吗？可能哦，没有说不可能。还是这个人是个累犯，有着满满的犯罪记录，或者是个神经病呢？或者他是个坏蛋呢？或许那个人还是一个缓刑当中的罪犯，根本就没有持枪权，或者是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个美国人，有没有这个可能？这些都是这个州长不想让你想，但是同时却又是很重要的而且很合理的问题。特别是如果你在看统计数字的话，你就会知道新墨西哥州现在有大量的非法移民，导致着非常多的犯罪。这都要感谢这位州长跟这个新墨西哥州这些民主党的立法委员，他们其实离加州没有差多少。一半以上的联邦重罪都是像在新墨西哥这个样子的边境州发生的。现在我们称美国边境称为 open borders， 完全开放的边境，并不是一个巧合。但是这个州的民主党对这个议题，就 open border 这个议题，根本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事实上就是川普时期的时候，这位州长是拒绝做任何事情的，他拒绝说这个边境的问题是一个危机。也就是说，这位州长认为说开放边境促进犯罪毒品流进美国并不是一个美国的危机，但是夺取人的持枪权就是一个危机，而且开枪的那些罪犯犯罪的人都不是个危机，而是枪支才是一个危机，而且开枪的那些罪犯犯罪的人都不是个危机，而是枪支，宪法第二修正案是个危机。所以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其实知道他的行政命令会被撤销，他知道他的行为是违宪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弄出来一个30天的这个期限，因为他认为说如果他做出来一个期限之后，法院可能就置之不理，法院可能就会忽略了。如果各位去看民主党的反应，你就可以非常的了解他们现在到底在干什么了。
很多保守派的人会很讶异，因为左派竟然出现了我们无法想象的反应。民主党的参议员，台湾之光 ,OK,Ted Lieu, 还有坚决反对枪支的这个哈佛自恋狂 David Hogg, 纷纷发出了声明，内容既然是在说这个州长做的事情是错误而且违背宪法的，然后他们使用的字眼跟说话的方式基本上一模一样。也就是说，民主党的内部已经寄出来一个应对这个事情的回应方式了，所以说他们发出的声明是民主党的党员的官方回应。首先目的是把这个美国推向共产主义的台湾之光 OK,Ted Lieu 发推文说，我支持持枪安全法，但是这个新墨西哥的州长的政令违反了美国宪法，没有任何联邦涵盖的范围内的州可以暂停美国的宪法，在美国宪法里也没有所谓的州内公共卫生安全紧急状态的例外。另外一个 David Hogg 基本上发了一模一样的推文，上面说，我支持枪支安全，但是在美国宪法里没有所谓的州内公共安全紧急状态。那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骄傲自大然后一辈子没有做过一天工作的这个哈佛毕业禁枪人士跟美国联邦的参议员的资源会是来自同一个，谁是他们的这个更高的掌权者让他们可以说出来一模一样的话呢？而且透过这两个推文还有其他左派发出来的声明，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中间的确是有一个更高的掌权者的，因为他们说的话几乎都一模一样。他们发的推文还有或者是现在叫做这个 X, 这个 Elon Musk 买下来之后叫做 X, 这个说辞绝对不是从他们那边出来的，绝对是从 DNC, 就是民主党的总部出来的。民主党的总部出来告诉他们要怎么回应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更应该来分析一下他们说的这短短的一段话里面到底讲的是什么。两个推文都讲到了一件事，就是 There's no state exception to the Constitution,没有所谓的州内公共安全的紧急状态来推翻美国的宪法权利。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啊，对不对？但是很明显就是魔鬼藏在细节里，因为他们很明显是在说州或者是州内刻意避开了一个可能性，就是联邦或许可以启用公共卫生安全紧急状态，联邦政府才有能力去介入，这个是联邦政府可以创造出来的公共卫生安全紧急状态。他们是在说这个权力是要扩张到全国的，要使联邦的国会制定才可以，州不可以。这个是需要被指出来的，因为我们可以回想到疫情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侵犯人权的关闭商业活动，把所有的人锁在家里，逼着军人医疗人员打疫苗的，全部都是来自联邦的政令。他们使用的就是 emergency power, 紧急状态的权利。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的 CDC 当时国有化了全国的租借屋，房东不可以赶房客走，就算房客没有付钱也不可以。就算这个样子， CDC 在没有经过国会的立法，还有就公有化了所有的私人财产，这样子的事情在美国历史上是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的。但是我们的联邦卫生管理局就这样子写了一行字，就完全废除了所有的私有财产。当然还有包括拜登政府逼着美国所有的现役军人都要打疫苗，而且还试图逼着所有的私人公司开除至少一亿以上的美国的员工，除非这些公司逼着他们的员工打疫苗。美国也规定所有的医疗诊所，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员工，全部都要天天测试。简单的说，就是当时的情况就是联邦政府设立了一个 COVID 的独裁政权，然后很多州跟进了，然后现在又有一个什么 COVID 的变异要来了，这个是他们即将推行的下一个紧急状态吗？州没有权力这个样子做，但是当联邦政府要使用紧急状态来废除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时候，就是可以的吗？应该没差吧，对不对？他们在疫情当中已经做过一次啦。新的是还好这一次他们没办法推翻宪法第二修正案，
除了刚刚讲到这个警察拒绝执法以外，还有大量的人带着枪到了大街上抗议，然后警察什么都没有做。某层面来说，这是非常令人开心的，非常欣慰的，证明说我们一开始为什么要有宪法第二修正案，而且当地的治安变得非常好，证明了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可行性跟正当性。当每个人都持枪走在大街上的时候，警察就没有能力去阻止所有的人，除非他们使用暴力。罪犯也没有任何能力去做坏事，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保护自己的能力。这些暴力事件都是每个政治人物想要而且试图避免的，至少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但是同时还是有一个非常可悲的事件，就是现在的美国人现在要冒险，可能被逮捕，可能被关监狱，可能被警察攻击，只因为我们行使了宪法保护的权利。我们有必要要拿着我们的枪走上大街，就证明了这是一个左派的胜利了。这证明了我们的政府是无能的，证明了我们的税金花的是不值得的。因为守护宪法是每一个政治人物就职时宣誓的内容，当我们需要持枪走上街的时候，就证明了他们没有在守护我们的宪法，而是在摧毁我们的宪法，然后他们正在胜利当中。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这位 Grisham 州长现在应该要在监狱里才对，他密谋策划了废除联邦制定的美国公民的人权。根据他们起诉川普的这个方式，因为川普说邮寄选票不公平，其实是在打压美国公民的这个选举权的标准来看的话，这样子侵犯人权应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罪才对。而且跟川普不一样，就是这位 Grisham 是公开声明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废除美国人宪法的权利。事实上就是前天晚上 Grisham 还在那个 X 上面发推文炫耀他的行为。所以问题就是，为什么整个新墨西哥州的检察官没有一个发出起诉信，没有一个人起诉这位违法违宪试图威胁美国公民、夺取美国公民、废除宪法的州长，甚至应该使用 RICO Act 起诉帮这个州长撰写行政命令的人 ？OK， 他的律师、他的秘书、他的同伙一起用犯罪集团密谋造反罪起诉。为什么 FBI 没有冲进这个州长的家搜查试图推翻宪法的人？为什么他没有上手铐进监狱拍大头照游大街，让美国人唾弃这个滥用职权的州长？为什么检察官没有试图把这个叛国贼关监狱，甚至是死刑？叛国罪是死刑哦，根据宪法这是他应得的哦。各位想想看，如果川普做同样的事情的话，如果 DeSantis 做同样的事情的话，你认为左派会不会这个样子判他们？想想看，任何一个共和党州的州长写了一个行政命令说要废除宪法第十九修正案 ,OK? 说我们现在要回去建国初期 ,OK? 只有当兵的人才可以投票，因为国会可以发动战争，所以投票的人会在乎自己的国家要不要发动战争，而美国的女人投票会威胁到我们国家的安定，还有我们国家生活的方式。各位觉得如果有这个样子的剥夺女性权利的政令发生的话，民主党会怎么反应？他们会使用他们全部的力量，使用联邦政府把那些人关到死，把那个人关到死，永不保释，当天就发生，一个小时内就发生。但是废除宪法第二修正案的 Grisham 就不会有事。事实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不够坚强，我们的反应还不够大，我们的政治人物没种，太软弱了，或者是根本不在乎我们的权利。历史上的暴君永远都是用紧急状态来夺取权利的，不管是那个紧急状态是真的还是假的，只要能合理的夺取、剥夺、天赋人权就好。 COVID 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所有人都放弃，所有的人都软弱，让政府剥夺我们的人权，用的是一个紧急条例，只因为有一个小感冒存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然后大量的政治人物，例如现在这位州长就发现了，而且记下了这一点，然后他们现在要把这个紧急政令提高到另一个层次，然后他们现在得到的抵抗只是一些人拿着枪走上街头而已。接下来他们会怎样？
他已经说得非常清楚。Is a public health issue. Gun violence is a public health issue. Poverty is a public health issu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from energy is a public health issue. All of these disenfranchised populations, all of the equity barriers are all public health issues. And when we address those, our economy is better, our families are stronger, our risks, if we want to save the planet and we want to make families independent, we want to eradicate poverty and injustice, it's going to take a whole new class of young, dedicated professionals who are ready to take on the mantle. So I'm thrilled that they're watching and listening, and I'm ready to have you work in New Mexico. And there are many other states, including your own home states, who deserve you and need you. Let's go. 没有错，所以接下来还会有气候变迁的紧急状态来废除车辆，恐变性紧急状态来封锁所有正常的言论，种族歧视紧急状态来规定所有的纳税人要来赔偿赔款不知道什么东西，赤贫紧急状态来重新分配财产跟资产，阴谋论紧急状态来成立这个真理部跟冻结这个反对党的党产，有各式各样的可能可以用紧急状态来促成。而且只要这个样子的人一天没有得到真正的反抗，一天没有得到真正的审判，这样的事情就会继续发生，而且会越来越猖狂。世界上所有的独裁国家都是用紧急状态建立的，中国、北韩、古巴、苏联、越南，现在民主国家夺权的方式也是一样，台湾、英国、法国、德国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戏码。你们以为有，你们有民主，以为这是自由，但是你们的权利是随时可以被用紧急状态剥夺的。换句话说，就是你们其实一点自由都没有，你们的权利是政府赋予的，不是神赋予的，一切都是从持枪权跟保护自己的权利开始夺取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会放弃我们宪法第二修正案，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我们的权利是神赋予我们的，政府是要来保护我们的权利，而不是来剥夺我们的权利的。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多人会认为说这是一件好事。OK， 警察局拒绝执行州长下的行政命令，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现在的美国人需要自己冒险，为了自己的天赋人权以及宪法保护的权利，可能被逮捕，可能被抓，可能被关监狱的风险走上大街。这其实是一个社会矛盾最清楚的表彰，更是美国建国以来，从 Concord， 从 Lexington 第一枪开打以来最悲哀的一幕。所以今天请大家帮美国的公民祷告，我们离开了原本的国家，为的就是要在美国这个自由之地勇者之家当一个自由的人跟刚强的勇者。很多基督徒会说得很好听， OK， 要枪支干嘛？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怕死，要死的话我命一条，跟着耶稣一起上十字架。我在这里告诉各位，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要服从这个国家的法律，这个国家的律法。保罗在使徒行传22章的时候被这些宗教人士抓起来，然后罗马士兵介入，保罗就跟那个千夫长说，这边在这个使徒行传22章第25到29节，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名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这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捆绑他也害怕了。保罗是罗马人，他有罗马人的权利。我们在美国，我们是美国人，我们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权利。政府没有资格越过法律来夺取我们的权利，他们也要尊重在上掌权的这一片土地的宪法以及神的法律。耶稣是圣洁的羔羊，只有他才有资格，他才配得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有的人死。我们不可能全然的效法耶稣，但是我们可以效法保罗，就跟圣经上面说的一样，效法保罗就像保罗效法耶稣一样。
神要使用我们的生命，不是让我们随便浪费掉，而且还以为自己跟耶稣一样伟大。我们身为美国人，我们有权利、有义务、有责任要来保护我们的家庭，守护我们的国家，跟顺服我们的信仰。而代表美国的自由跟自由人的持枪权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付出而且祷告的。然后在那边说，持枪权不是绝对圣经真理的人或者是牧师，可能要想一想到底什么是圣经真理。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Ethan， 更多美国情报请持续关注 AI News。